那古代的那个集水器的最下边了，最下边了，啊，把那把手向上向下这样按哦，那就会有把那里面的水井水哦，井水挤出来。哎，你看，这有个太极图哎，一阴一阳之谓道哎，白色的阳中有阴，白色中有黑圆圈，阴中有阳，黑色中有白色圆圆圈，那叫太极图哎，这公园叫太极公园，雨林太极公园，太极啊。外边不就八卦了吗？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了吗？雨云哦，太极公园。